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为什么武器开火没有坏的子弹？毕竟在现实里就经常遇见。那为何吃鸡你不加入这个设定呢？有两个原因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避免狙击枪被淘汰。如果加入坏子弹设定的话，全自动武器都还好，至少大部分子弹都能打中敌人。可是对于狙击枪而言，每发子弹都很关键。如果好不容易瞄准敌人开火，结果打出去的子弹是坏的，那也太糟糕了，这会让狙击枪直接被玩家淘汰，自此之后从来不捡。二，减少运气成分。吃鸡作为竞技的游戏，光只需要尽量减少游戏的运气因素，本来刷圈与物资就很不确定了，如果还加入坏蛋的不稳定因素，那吃鸡将变成运气游戏，这样会导致大量玩家退游。综合这两个原因，光是不可能加入这个设定。小伙伴们，你觉得加入坏蛋设定之后，游戏会变得更加好玩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。